音符仿如行星散落天上，一场体验诗意与戏剧的音乐会降临于瑞士苏黎世。音乐总监樊志登率领乐团演奏著名作曲家的经典作品，还欣赏到法国钢琴新星康特洛夫充满魅力的独奏。演艺盛会开放舞台，港乐50周年苏黎世音乐会，星期日下午1点，港台电视31。